哎，圆圆小心一点，你要踩坏了。来，这些去放着。妈妈，这个还要吗？这个就不要了。嗯，我们地上还有多的话，我们捡起来拿回去做米酒。好。哎，一二三四。那边多，圆圆过去。嗯，那这里呢？往大的栽啊。嗯，圆圆，哎，稻子都那么熟了，过两天就可以割了。妈妈，等一下，妈妈手拿出来。你要干嘛？妈妈疼不疼？不疼。啊，哦，有个花瓣的印。这下我就找到你啦。这下我就找到你啦。傻不傻？不用找的，妈妈一直在你身边的，妈妈哪儿都不去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把米放到蒸笼里，猕猴桃放进去，拿到锅里去蒸，上锅蒸一小时。我去敲一个。走了，把米饭铺平晾凉，放酒曲，把酒曲拌开，把米放在桶里面，中间钻个洞，盖上衣服，发酵一天一夜。猕猴桃的酒香味。嫂子来喝一杯。我给酒香哦。我的呢？你也要喝啊？啊，干杯！嗯，他灌是那么灌。那我喝醉了。技惊上圣啊！你喜欢？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。被按过，被按过。